接下来请收看《大宝法王阅物教研集》。上师，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观想上师，不离我们的头顶或心间。如此的观想修持，是所有修持中最为殊胜的相应修持和加持。但若仅观想，是得不到加持。重点是对上师具备一种如理正确并明了其功德的无畏行心。信心，大家非常幸运，因为具备对佛法的信心和信任。虽然这是修行的重要基础，但光有这样的条件还不够。现在剩下的便是学习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修持佛法。如此去做，我们才能够成为100%的修行人，我们的修持才会有100%的效果。关爱，对众生的关爱，像珍宝一样放在心里，一切烦恼的对治法才会发生作用。因为我知道心中有慈爱的珍宝，我真诚地想改变自己来利他。
择。我们是否朝正面良善的方向，是完全依赖自我。我们必须成为自己的老师，并且尝试找出能圆满目标的方法，同时随时看顾自我，要对自己负责，尽力做对的事，同时停止负面错误的行为。逆境，在逆境中能真正给予我们帮助，是自己对佛法的羞耻。要让所听闻到的佛法能真正地转化我们的内心，断除散乱心。如果只修持布施、忍辱、精进的话，是无法断除散乱心。如果要断除散乱心，一定要以禅定的修行来对治，才能够断除散乱心。行动，讲话或开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但真正要落实到行动上，却是非常的困难。
不要舍弃。只要有机会利益到别人时，都不可以放弃。不论直接或间接，切记不要舍弃任何一个众生。有时候我们自称为大乘的行者，一边受菩萨戒，一边却舍弃众生，这是不好的。总之，不论你身在痛苦或快乐中，独处或在人群当中，都不要忘记三界众生的痛苦。各种事物并没有真实的好坏，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分别心、妄念或一种主观的意识，而去定义每件事物是好或是坏。羞耻，无论做任何羞耻，例如慈悲心等，重点是要体会一切即是自心本质的一部分，然后与自心合为一体。要不然任何羞耻都无法真正降服烦恼。生气，虽然佛陀教导我们不要生气，我也是这么说，但是基本上要不生气是不可能的。由于我们自己的烦恼是非常炽盛的，而且被烦恼所覆盖蒙蔽着，
因此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自主，也不能够自我控制的。然而我们所能做的是转变我们的心念。约束我们的心老是向外跑，如果不适时叫回来的话，有一天你会发觉已经管不住它了。就像孩子，如果放他出去游荡放任太久，就很难再约束他了。如果你再不赶快把心叫回来，它会变得越来越顽强顽劣，你的心就不再被约束了。这虽然奇怪，但却是真的。所以请各位要管好自己的心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，在诸山长老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，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，有继回归佛陀本怀，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，将佛法传扬于社会，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，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。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，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，致力于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、护生等的慈悲理念，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、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，
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，照破黑暗，传灯无尽。会务介绍：护持弘法，培育僧才，僧前安养，医疗及生活救助，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，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，设置传教场所、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。立案字号：台内名字第109-005-1120号，统一编号87515434，通讯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，服务电话：0398993192，随喜www.lifetv.org.tw 斜线 ADATE/SUSTAIN.HTM。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30系列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8月28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 05-633-1565，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秉持着广传佛陀三乘法的精神，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，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，透过 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，散播如来悲智的法音，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，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，愿使正法常住人间。佛所行赞中说：佛说一切施，法施为最胜，人思行才施，行法施者难。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，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乘法的慈悲大愿，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，一起走向菩提之路。感恩您的共襄盛举，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唐捐，聚沙成塔，福慧圆满。户名：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台湾邮政划拨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银行网络转账，银行代号005土地银行，转账账号012-001-197-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、收据、开立姓名、联络电话、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-8787，或 email lifetv.net@msa.hinet.net， 服务电话03989-9319039899319。十地菩萨的南圣地菩萨是五地的菩萨，他的修行不但圆满了禅定，更证悟了真实的地理。他离诸戏论，不讲说错误没有意义的言论，违背真理不能增进善法的言论，他证悟空有不二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这是极难到达的阶位，所以叫做南圣地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